哇，你看我现在在这个石壁上啊，哇，这个你看它的生态真的很丰富啊，你看连这个地方也长这个台湾青玉啊。啊，尤其这里你看，这里整个都是长这个三板刀了啊。这个三板刀哈，也有人叫做马尾狮，也有人叫做刀山草，也有人叫做大本的蒲公英。它跟这个小金莺是同科属植物啊，都是菊科，而兔仔草属啊。但是我们那个小金莺喜欢长在平地上，那我们这个三板刀它就很喜欢长在这个石壁上啊。你看哈，它也是多年生的哦。你看它这个头哈，它这个头哈就着附在这个上面哈，它慢慢哈，你看我们挖一个来看哈，你看它这个头会慢慢长大哈。你看它这个头，这个哈民间也很喜欢用啊哈，它有清热解毒、三阴消肿的作用。尤其对这个乳痈啊，痈肿的话哈，啊，这个功效很好了哈。你看，它这个叶子也有那个乳汁了哈。它这个可能在这个地方哦比较寒冷，所以它这个叶子哈，你看它有这个紫斑了哈。有时候它就不会哦，而且如果土壤比较肥沃的话，它叶子会变得很大。这个叶子哈也可以炒来吃，但是有点苦，稍微穿烫一下哈，再来煮了。这个如果我们那个仙姑哈，它就应该很会吃了哈。你看这里也有哈，哇，你看这里也有情人的眼泪的哈。你看这上面，哦，你看它这个湿度够了哈，湿度够的话哈，那个情人眼泪它就会长上来哈。有人叫啊，天使的眼泪啊。台湾的这个树像真的非常的丰富，每一块地方都没有给它放过哈。你看这里有一棵高斑厚兰，我们台湾叫做碰水金，好，大家做个参考。Thank you.